华语文化大不同，新马人有话要说。有一次我从马来西亚坐飞机回来，那我的灯坏掉，然后我就讲，哎，空中小姐，麻烦一下帮我开火，我要开火。我曾经那个导演还叫我去拍八点档，他说福建话跟台语一样的啊。结果对戏前辈说，哎，导演啊，因为他讲的我完全听不懂。